什么玩意儿啊？大家关心的，看着啊。几年前我打造了1000副这个，法国做的啊，相当高的质量。这是为啥我要我们催筹会要做出这样质量的东西？看骰子，只要拿到这个的都知道是干嘛的。我有一个组织专门调查赌场跟中国有关的犯罪证据的，这个东西记载了所有中国所有黑店。马云先生在赌场啊，你应该知道这个啊，袖扣啊，看到了啊，看到质量了吗？现在已经曝光了，以前知道这个有带着袖扣的，大家都知道是一家人啊，应该干什么啊？很好。还有孟建柱书记，我告诉你，你整个赌场，孟建柱书记，你安排的黑社会的赌场的事情，澳门赌场的事情，你和孙立军掌控的澳门赌场的洗钱的事情，包括网上赌球的事情，孟建柱书记，只要你死了，我也得把你事弄出来。我再看看，看看啊，郭文贵在赌场上给你下的功夫，我制造了这个，我相信你不陌生吧？所有的你做过赌场的，我这个 logo， 看到袖扣，他帮了我大忙，是郭文贵的 logo。孟建柱，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了，郭文贵给你下了多大的功夫。所有你在黑社会洗的钱，所有你用赌球赌出去的钱，所有你控制澳门的证据，还有你控制证据的本身已经被我控制。啊，天下没有几个人知道，你和孙立军之间互相想弄死对方，也互相绑架，也想绑架，互相绑架，我都知道，互相留证据啊！记住，所有这些黑钱都将是人民的钱，都将回到人民的手里面。